我要是救不完，我爹肯定把我都腿打断，都怪这公子玉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你事，出去。是夫人。夫人，这次的确是为父考虑不周，不该把岳父岳母也叫来。夫人守法。 为父也有责任。哟，良心发现了。公子羽，你我毕竟是夫妻，你做错了，我自然会给你机会。你只要不把我让丫鬟帮我刺绣的事情说出去。 今天白天的事儿，我们就一笔勾销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为父保证，守口如瓶。春桃，春，夫人，你有事儿？子木，春桃呢？府上的丫鬟们今晚都请假了，说是一同去山上观星。哎，都走了。嗯。啊？ 子木，这么多丫鬟都走了，怎么不通告我？老爷恕罪，您当初定下的规矩。行了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完了完了，我这一晚上哪能绣得完啊？我绣不完，我爹肯定饶不过我呀。 夫人，为夫可以陪你一起绣啊。你会刺绣？现在自然是不会，不过只要夫人愿意，为夫就算学上一整晚上，也要帮夫人把这幅鸳鸯戏水图给完成。不用不用，我们一起绣吧。我教你。这样，你过来，先把这个穿过去。 夫人，放心，为夫定然不会让你受委屈。今晚，为夫就将鸳鸯戏水图完成。夫人。 该起床了，夫人。
居然真的绣完了，绣的跟我师父一模一样啊！只要夫人满意，为夫怎么做都觉得值。满意，满意。公子羽，你的手……啊，夫人不必担心，为夫真的没事。 给我煮面，把手烫伤了，现在为了刺绣，又把手扎伤了。没事儿，吹吹就好了。对了，你等一下。啊，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夫人，咱们还是先回鱼府吧。先让子木去给我娘报信吧。 我先把你手包扎一下，多大人了，还做这种傻事？魏夫人，一切都值得。新欢呀，这真的是你绣的？真的好看。 岳父、岳母，这的确是新欢绣的。子玉啊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是新欢跟我说是他绣的，我还不信。但是子玉你说的，我当然得信。<笑>老爷，女儿昨天忙了一整夜了，肯定累坏了。咱们先吃饭，边吃边聊。好，子玉、新欢，来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。<笑>夫人。 我自己吃，让岳父岳母大人看到不太好吧？那怎么办呀？不然，你喂我吃。子羽，你干嘛不吃啊？啊，子羽，是不是菜不合胃口啊？岳父岳母，是子羽。爹，娘，我想促进我们两个人的感情，我从今日开始呢。 我就喂他吃饭。你看这小两口，你想吃什么呢？只要是夫人喂的，为夫什么都爱吃。啊！你看你女婿多会呀！夫人，啊，为夫还想吃块豆干，为夫还是自己来吧。我来。